老规矩，你比谁先拿下那个姓殷的，那你可要输给我了。竟然打劫到我头上，等见到那个殷大人，你可千万别留情，给我往死里揍他。嗯，这人有点眼熟，二脉出了这么多变故，怎么那边一直没反应？嗨，好巧啊，咱们又见面啦。徐老祖的徒弟，你们这种水平怎么进来的？什么叫你们这种水平？不怕告诉你，我跟随老祖十几万年，早就掌握了空间之力，进个二脉算什么？我都能参透未来。真的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你认识的世界？你是不是身处迷茫之中，对这个世界的本质产生了怀疑？是不是你曾经坚信不疑的都变得不复存在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只要跟过老祖一天的人都会这么想的。确实。嗯，我用老祖教我的预测之术算的，世界即将毁灭，二脉或将不存。追随我们老祖才是唯一生路，而我将是你的引路人。绝地天图，分脉各图。其序，先皇以上尽除二脉。累死我了。你的管束当下有用，但二脉之外会诞生新的先皇境，纷争仍会不断出现。那我可不管了，管理一个世界可太麻烦了。要不下次从小着手，就从创造一个有趣的宗门开始吧。宗门？对，我要收些有趣的徒弟，自己打造一个宗门，就叫天蓝吧。这名字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？你会喝酒了？天蓝，我觉得很好。剑圣护神不是被绝天通打死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你和绝天通又是什么关系？那你和我们师祖又是什么关系？哼，绝天通的徒孙竟然这么弱，你们可没资格知道。你才弱！师祖不进房，方去惊鸿剑阵。虽弱，资质倒还不错，可惜吃了我二脉的亡魂了。小心！
九天风暴。这鬼东西怎么打不破啊？你们怎么才来？你们怎么都在啊？又来了俩绝天通的徒子徒孙，可真多呀，算你们来得巧，方便我一次把你们处理干净。你想得美。老头，小瞧我们天蓝弟子，后悔了吧？狂妄，后悔的人该是你们。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，炼天魂境。怎么回事？是老大的机械。老大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可恶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还是毫无长进。师祖，老祖，师父，你是谁？我认识你吗？我认识你就够了。我的幽冥之火是幽月死系所聚，不惧风水，你怎么能灭掉？这二门应该不是师父想要的样子。诸神之宴开。派出去的神魁死光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又怎么跟他交代啊？小姑娘有什么烦心事？女神，你怎么进来的？累了吧？那就什么都别想，睡会儿吧。符印。小猪，你可千万不要来找我。他没来，我来了。你是？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江人，你不好好干活，跑这里来干嘛？那些闯入者连神魁都能杀死，简直太阴险狡诈。我怕他跟那些闯入者有所联系，过来审问审问。这样啊，那让你操心了呀。这是我分内之事。你装得很像，可惜你不知道的是，江山从不多操心。空间法宝中的极品开天宝刃，你怎么会有？是时候了，都过来吧。哎，这哪儿啊？二麦，你找帮手就找一个吗？傻子，窜这么快！大家快点，不然一会儿通道又关闭了。你们人还真多呀！你谁啊？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十三娘，我说你怎么不见了？原来早就到耳麦了。老祖可没忘了大家，给了我法宝，特地交代要带大家进来。啊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谁抓了你？
的力量怎么被抽走了？看来我对下面了解的还不够啊，一群小虫子也敢来二脉猖獗了。哪来的糟老头子，说话阴阳怪气的，长得也阴阳怪气。既然你们打包送上门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怨气，这可是我以数十万年来二脉仙人的怨愤之气凝聚而成的幽冥神骨。乖孩子，去吧。毒液蝶，幽冥神骨本就是死亡的产物，万毒不侵。疾风剑气，听书见下，他竟然毫发无伤。好硬的骨头，吃了我大刀！让我来，我来把这骨头架给拆了。都是徒劳，哪怕磨刀神剑也伤不了幽冥神骨分毫。这骨头架砍不动啊！杨爱，千蛛万毒掌。谢了，再来。徒劳的努力看起来最是可笑。这骨头真难啃。啃？那我叫会啃骨头的来不就行了？阿皮，他在吃我幽冥神骨的骨头啊！幽冥神骨，让哈皮咬一口，所有力量都会溃散外泄。溃散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从前二脉的守护神兽，你不是被绝天通一剑斩了吗？我错了，自私是所有生灵的本性，你以为把他们从野人变成修士就会与兽有所不同，可惜你太早地给了他们不应该拥有的力量。是啊，轻易得到就会挥霍，然后便是贪婪。如果没有我，如果没有你，他们现在还在打恐龙玩。有了我，还不如当初打恐龙的时候。我以为，当人拥有了力量，总会有人把视线离开那些繁华，抬起头看看这天，他们会好奇天的外面有什么样的世界。天空之后的世界，给他们的自由该收回了。之前的闯入者还没抓到，现在又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你就是这样办事的？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二脉一下进入了很多仙人，我实在忙不过来。以前万年都能出现一个仙皇境，现在不过一日，怎么突然多出了四个？会不会是玉虚隐仙阵出了什么问题？虽然他可以自动查探仙皇境的仙人，并把他们吸收进二脉内，但阵法运转已有数十万年，出了错也有可能。这是绝天通留下的阵法，不可能出错。去，把闯入者解决。
再这么不仔细，我就扣完你下个月的零食。啊，好像你发过似的。在这儿困了这么久，终于出来了，多谢仙子。小事一桩，下回再遇到难关，记得找我。只要钱给够，包带你通关。里面的仙人都已经出来了。这不是还有两个吗？收钱的事儿可不能马虎。哎，你们两个过来交钱。小心小罗掌。都等了两个时辰了，还有没有上来挑战的？真没劲。走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继续。沈奎，专门负责肃清36域之内一切异常之人，他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听说沈奎只要出手，无论你是什么境界都会肉运魂消。我先走一步啊。能让这些不可一世的仙人以自爆的方式自爆，想必是有几分本事。神魁，神的傀儡吗？我先来。别走啊，这架还没打完呢。赵天拳，你是在找我呢？不用谢我。谢你，你下手那么重，万一把他们打死了，可就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了。说说吧，你们来这儿的目的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不说，那就让我来猜猜。偶尔路过，查探消息，杀人灭口，该不会是打劫？别的都还好说，但若是想动我宝贝的主意，这臭金水可是集仙界至丑之物凝练而成，只是沾上一滴便会持续散发恶臭万年之久，若是整瓶喝下去，不知道你们的主人能不能忍。对于没用的废物，下场会如何，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我殷大人不会。原来他叫殷大人呢。阴玄指，先去师姐走。谁都别想走。走，其实们都得死，只有我才是最强之人，你做梦。别怕，师兄会保护你的，你先在这里躲着，我去救你二师兄。就是，我看是送死吧。与其便宜了他们，还不如把这身功力给我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别管我，快走！
不择手段，残害同门。我师父当初不该留你。你师父绝天通，我这么做可都是他教的。当初他来到这个世界，第一道斩的便是世界的守护神。与他斩杀这个世界相比，我这算什么？只有杀戮才能变强。愚蠢。来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世界。